在这个赚钱不简单的年代，老一辈对工作赚钱可能比别人更加努力。已经76岁的铁雄，少年靠定义事业为生。现在伊虽然无被定义，同款继续工作，行业牵手有闲就开这台小型的农用车，四界帮人修理定义。啊，都无头路啊！哈哈，这帮做啊！哦，无头路就帮做，啊，无要安怎？哎，都讲目睭输啊，无爱卖啊啦！哈，拢落去改修理电力尔。修理边底啥拢有啦。啊啦，所以啦，啊、是伫倒位啦。边底拢有法度啦。啊，迄两部车伊底拢有啦。在过60年定义事业上好的时阵，李铁雄两阿爸心理也做到外关期。现在已经结婚50年，同款安件无得对，两人感情特别好。啊，出来哩替摕物件啦，换水啦，安尼尔，哪有遐？无遐物遐。安尼感情袂歹啊。啊。感情袂歹啊。哦，袂啦，食老老哪会有歹？啊，食老老，咱嘛是食老老过老的啊，对唔？即嘛是无正常，即嘛拢轮回，衰哩。气动，较早真远了，较早嘉义关南道关拢嘛有。不仅虽然心理歹做，两人共款真乐观面对工作，亲像出来交朋友。有当出来心理食饭，有当啊嘛是了有钱啦，啊了便当啦，便当钱啦。啊，老的死的死啊！啊，倒的倒，安尼啊！70多岁愿意行出来工作，李铁雄两阿母做了上好的示范，让少年人看到老一辈不管赚钱辛苦，依然对工作认真的态度。这份骨力度修行的精神，真值得学习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